Hello， 各位大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中华民国113年5月26日，星期天。老妈刚刚说这里有荔枝，已经很漂亮，快可以摘了。阿妹来啦，要青的啊。哦，这排你讲这啊？嗯，这排买要买的啊？嗯，反正拢荔枝春香那款。反正拢荔枝春香啊。嗯，拢荔枝春香啊。我谢谢啊！这后礼拜欧棒惊死人，够济啦！李主席，哎，谢谢谢谢。哦，够吵啊！进出来，哈哈，进出来。现在也不错，不过都是蚊子，都蚊子。哦，大仔，这棒有没有台播？哦，啊，不过看了。啊，是要办到家了。嗯。刚要办的。嗯，阿妈这样，要未使，要未使。好礼拜，下礼拜，再大概7天吧。哦，7天。练舞啊。莲雾今年卖新货啦，今年这莲雾这区的莲雾今年不用看，不用想，没什么好期待的。哇，行，无菜。哎，内底拢虫对吧？无啦，啊未好咧。啊未好咧。嗯。好啦，蚊子太多了，太多了，赶快出去了。哦，你看我这手，看我手，来，对一下，来，换外气。为什么我要赶快绕跑？就这样，看一下我的手。啊！天哪、啊，太多！好，行，拖呀！进来，绕跑，太夸张了啦！哦，都没条件，走了，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！被蚊子赶走，哇！